好，接下来佳作有三名，好，我们有请叶师兄为我们颁奖。第一位是陈美宇，第二位是赖任树，哦，这个字也是查半天，三点水，一个木再加上一点，好。第三位是李彩云，银，李彩银，好，三位，好，陈之宇，陈之宇，好，陈之宇。赖任树，还有李彩莹，国中等一下，好，国中，好，国中，国中只有一位，而且好特殊的姓，厉害的厉，啊，厉若池，啊，对，哎，好，厉害的厉，好，比赛很厉害，啊，国中一起。有一朵好棒好棒的花，是什么花？向日葵，对不对？那个就象征你们的生命，就像它一样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用心哈。那我们的那个总干事呢，那么亲手做的手做的东西。